ICAC 正查一件海关涉嫌收黑钱案，放一些他指定的车辆过关，不用做检查。黑钱呢，无论是在哪里赚的，经我们清洗完，怎么查都是干净的。我不信一个有社团背景的人会搞一个 ICAC 的调查员，我相信他背后另有一个人。7月15号有1200万存进了你的账户里。 解释一下，我也很想你们查得清清楚楚，我也很想知道真相是什么。那真相会不会是查贪污的人自己贪污？你宿舍外面很危险，黑白两道都在找你，到底在搞什么？先帮我查一个人。 为什么去联署举报我？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你相信我吗？你非要当他杀人犯一样盯着他，有必要吗？我们为香港法治守最后一道，是很讨厌的。